台南市营养旁边平岗颁奖典礼，去年因为疫情停办的，110年颁奖典礼，今仔7月18日上午在民治行政中心举办。台南市长为着亲自颁奖表扬优良的蜂农，并在蜂产品展示现场咧体验操作旁边离心采收毯以及起家新鲜的旁边。台南市长为着致辞表示。这行巴肚枵啊，但是吼，食槟榔上盖好的吼，不会变胖哦，真的吃蜂蜜不会变胖。那刚刚大家介绍这么好的台南市哦，喜胖的火烧、香烧、香树一箱一箱的哦，养蜂箱，还有产量、产值拢是全台湾第一名，但是量第一名，我们接下来品质也是第一名，你看了，这样你要谁特等奖？14位特等奖。27位头等奖，这都是台南的面上盖好的一个保证。而且市长要代表台南市850万市民吼，来肯定咱啊芳农，大家用心会当予咱的啊芳蜜吼，会当名闻台湾。接下来要享誉国际，要打世界杯，为什么？因为它的蜂蜜吼，的物件是世界通用，大家都喜欢，只是各国的蜂蜜风味不一样。那个台湾那边，对，我来给你东山的咖啡吼，总干事也在那边。东山的咖啡就会被打国际杯，东山的咖啡可以美国咖啡协会鉴定评比，就都是80分以上的好成绩。接下来我们如果世界上有蜂蜜的组织吼，我们也要把台湾的蜂蜜来打亚洲杯跟世界杯，让外国人都知道吼，咱台湾的蜂芳蜜吼蜜是偌尼啊好，啊尤其台湾的蜜来面。20%都是台南的蜜，所以说咱希望讲咱台南的蜜，会当伫品质、数量已经第一啦，品质嘛也是第一，啊，要过来也是要让更侪人知影。而且非常感谢咱芳农大家的辛苦，会当予咱的台南的蜜，扬名台湾，顶到有名声，下到有出名，世界要大出名。等一下，谢谢。农业局表示，台南市蜜源相当的充足，市芳啊产业相当的兴盛，市芳户数甲箱数逐年增加，110年市芳户数219户，芳箱数40,527箱，比110年已增加11户，13,851箱，芳箱数大幅提升52%，芳箱数大约占全台19.8%。总产量1945公吨，年产值大约4.83亿元。产销班现有18班，班员234人。台南市不论是市芳户数、市芳箱数、产量、产值、产销班数甲班员数，拢是全台第一名。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